好，今天我们会挑战一下这次的第一集 ，Go。对啊，我要试一下 bug。好。哦，这天降，真低扯，过了。好。火属性有加成伤害，行，第二关，好 ，bug 就是等一下再跟大家讲。第三关，哦，我忘记记那个珠子是什么。木珠到底是哪一个啊？是水珠哦，我差点擦消水珠哎。好，我们听说直接炸过去就可以了。炸一波，屌炸一波 ，OK。这边想要再炸一波哎，不行，这个 CD 太长了。好。有些人说这个 bug 就是在王冠这里，在他转木之前先消，是不是？这样子他就会就可以。对，但是好像有点复杂，而且你的血量也不能太少。嗯。一。我们就用正常的，不用 bug 好了，因为我现在也不知道 bug 怎么用。三十，哎，这样就可以了耶。好、哦，行，砸一波，然后开这个。哎，有没有偷到内裤啊？哎，有吗？好像有哎、欸，因为我的河正在惨叫啊，不，应该说兴奋的叫。应该好像是有偷到内裤哦。哦，应该开龙科的。哦，它是每盒都会风化那个木珠。哇，王冠血量有点多哎、欸。王冠也是要龙科啊，打比较快一点，血量有点多。我原本以为是克数，不用，没想到现在有点厚啊，这血量。这个血量大概只有秦始皇觉得很薄吧，其他队还是有点要开爆发才行。我刚好加上一亿血量，对啊，还是要认真的打他一下。啊，直接炸过去啊，屌炸天！这样就过了，完美，炸个两波，没毛病，过了。这队可以解三个属性，最轻松的一队。我觉得这队比那只还要好解三属性哎、欸，那只还是解全火的会比较好一点。
行，简单